已经排到后日路口了，真的要快，超长。好，起码有300个人。哦，没有没有，跟你开玩笑的哦。收到。我们努力加油，小心安全。来哦，不好意思哦。来，可以带你去逛街一下吗？你要带我去逛街吗？对。哎，我带那个我的婆婆来给大家欣赏一下。你们也排太长了吧？来来来。